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拥有一辆自己的保时捷无疑是许多职场白骨精英们的梦想，而来自浙江的小暖在28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样计划，真是让人印象不一啊。爱车朋友都知道，09款的保时捷 Cayman 在当时售价可是80万左右，更别说各种手续算下来也得100万，相当于三线城市级的房子了。虽说现在贬值厉害，但人家可是拥有着保时捷家族经典外形的没落贵族，气质还是在那的，和大马路开的那些911百万豪车相比也不是半分。时尚小暖有些小无奈的是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是他花20万买来的。当初在二手市场就是因为其少见的红色内饰比较适合女生驾驶，再加上车价比较便宜，才会毫不犹豫的出手。虽说这只是保时捷入门级，搭载的是2.9升的水平对置六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65，最大扭矩300牛米，百公里加速也只有5.7秒，但这些对女性而言却是极好的了，够刺激却不难驾驭，性价比还是足够高了。这姑娘表示自己以前也开过朋友们的一些豪车，但总的来说还是自家 Cayman 最好使最上瘾，别家的根本就比不上。虽说无法有家姑娘最好看的夸大成分在里面，但不得不承认能拥有这款 Cayman 还是令人非常羡慕的。